五关而已哦，太油，啊八排可以过吧？什么例子啊？总叫熊光，熊光。不是，我现在用力打有什么用？但要等几下以后才能。那就打，那么能用啊？我刚看到会反，就想要叫你去把它干掉。但他打那么大力有吗？痛痛的。趁百姓吃东西，问一下仓币改强后自选地位有超过巴哈吗？特性不太一样哎，可是你要我选，我会选仓币。那变身减 CD 就超强了。比如说他阿嬷一期就通关的，那你们通关？要去跟人家阿嬷做学习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人家阿嬷就过了。哦，好难啊！不能想啊，他被解雇了。永动百姓，你刚有背柱子吗？没有。暗之类的，你看他出来就像暗之类的。嗯，对啊，所以不要消心。对。为什么不开向恢复版没有？没有啊，就是因为。怕那攻击力太强了，对吧、啊？要保留一点，怕你们没有其他时间看。哎呦喂！在干嘛？你干嘛？今晚上总不让想说，哇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叫我他不是啊。好啦 ，KO， 怎么 ？KO， 太简单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太简单了，真的太简单了。看你关了资金都没看，不能紧张。这可能复刻的年代比较久远一点了、啊。不是吧？是战术好吗？啊，对，战术好。嗯，战术是不要看光光资讯是吗？就是边玩边吃鸡排。还有一个全火、哦，打两次就好了。需要攻略吗？要啊，
需要攻略按一，不需要攻略按二，请投票。有人说需要，还是有。模式，我想一下，妈时间不够。挤一下西迪啊！那每关都超路了。哎呦！这样子啊，要用它对我就行了，很好打。不是啊，我想说现在还在打那个。那个。那，你先讲，等下我怕死掉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看不太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要先把前面那几下打完，才会有伤害啊。啊，所以嘞？所以我干嘛？我干嘛全火？全火还多打一下。哦，对哈。对啊，你这样就很危险的。我妈看到我刚滴了两滴耶，我照这样还死掉。你看多康博，你血又回来了。不然这次如果没打死你就去了。果然是战术啊！妈，你的战术是让我滴尿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妈，我刚正闪两下。没有武装很多，哎，怎么没有武装很多？那要装什么武装很多？那个、啊、蛋糕。有啦，没想到。哦，就你那个习惯啊。会不会？接我。再炸一次。再炸一次。再炸一次。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才能最速通关。有工具为什么不好用它了？对，最速通关。了解，我想说要转一下了。不要笑火鸡。哇，笑好干净，完全没有那个冰冻。Yeah。我看不，我看不。五啊。其实有点危险，你可以看着，然后我不接。假设有危险的话，好，来，不，要用你的战术啊！我这颗起手啊。等一下，哪一个猪不能笑？暗猪，确定吗？对，暗猪不能笑。对，没有这个没有消不消的问题啊。有啊，哦，对，那是另外一只哦。那就消多一点吧，至少不会死掉。好，结束了。好恐怖啊！天哦！大你真的玩到我在滴了，你两滴了。哎、欸，晚安晚安。你闪尿啊！可以开始直接炸啊，这次不能炸啊。但是技能都被消掉啦、啊。是吧、啊？你的百姓被中了、啊。我又没讲谁。